Yo, what's up？ 又系我啊 ，VIP 名人鐘錶嘅 Kenji。今次介紹呢一隻錶咧，係呢個 Hublot 嘅 Big Bang 系列。大家見到佢嘅樣子就知道佢嘅來頭係非常之唔簡單。咁呢一隻錶咧，係同呢一個著名嘅歌手啊 ，Nicky Jam。合作的一隻腕錶嚟嘅，咁全球限量是50隻。咁可能大家對呢位歌手都比較陌生啊，其實我都係。咁咧，我都有上網揾過佢啲歌嚟聽下嘅，但係咧就我都係揾翻我自己中意啲歌俾翻大家聽咧。好啦，無謂嘅嘢咧都唔多講啦，咁就為大家介紹下呢隻錶先。手錶的直徑就45mm， 全隻錶用了這個黑陶瓷去製造，鎂空的錶面設計，大家可以在6:00的位置看到它有一個10日的動力儲存顯示，錶帶就用了我最喜歡的420元素的顏色，做了一個漸變的效果。外圈一共用了48粒長方形的寶石去镶嵌，大家看到其實它那3隻顏色做的漸變效果都是一個420的元素來的。底蓋方面呢，大家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藍寶石水晶的底蓋印了這個 Nicky Jam 的簽名。錶面入面咧，其實都镶了52粒的寶石喺度啦，成隻錶係非常之醒目啊！大家都可以見到啦，呢一隻限量版咧，除了隻錶吸引之外啊，佢仲有一頂 New Era 嘅帽都係非常之吸引嘅。除了頂帽黐了很多閃寫，印了 Hublot 的大名之外，在頂帽的下方呢都可以看到這個 Nicky Jam 的簽名刺繡了在頂帽上，含有這麼多420的元素在這裡，唉，真的搞到我都有一點心慾慾想買添。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一條片，暫時就是這麼多先，多謝大家。